鞋子在哪买的？好特别哦！告诉你，我在 YouTube 上看到 Tom's 的故事，觉得 Mary Jane 很有爱心，所以就去买了。Tom's 的故事是什么？ Mary Jane 又是什么？好，让我来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报告的主题是穿一双鞋改变世界。Tom's 故事行销对消费者慈善责任品牌态度与购买认知分析。首先由我来为各位做说明。绪论一，研究动机。本组研究动机有五点，如投影片所示。因企业社会责任受到全球重视，及公益休闲鞋品牌 Tom's 创办人来台分享社企经验，引发本组想了解 Tom's 故事行销对消费者的影响。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，如投影片所示。目的一，我们想了解卖一捐一商业模式。卖一捐一商业模式 ，Tom's 把企业社会责任运用卖一捐一的方式来执行，如投影片所示。其中，当消费者购买一双鞋 ，Tom's 就会捐出一双鞋给需要的孩童。卖一捐一 ，One for One。让消费者与 Tom's 一同做公益，用盈利的方式让慈善永续经营。目的二，让我们边吃糖果边听 Tom's 的故事吧。2006年，在阿根廷的一座村庄里，创办人布雷克认识了当地的孩子，也与当地孩子成为朋友。但同时，他也发现他们因无鞋可穿而染上疾病，甚至无法上学。为此，创办人布雷克就下定决心要为他们找到鞋子。最后，他创立了 Tom's。Tom's 是一家为创造美好明天而存在的企业。根据林嘉伦2015年的研究，一则好故事具有四要素，而 Tom's 就符合其中的真实故事、简单动人以及提供学习价值。本组透过内容分析法发现。Tom's 故事中出现次数，第一名为企业组织，第二名为新闻媒体、鞋匠与制鞋专家，第三名为国家与产地。目的三，本组想探讨故事行销对消费者慈善责任、品牌态度、购买意愿的影响。实验结果，本组采用实验法，以本校高一到高三三个班级与实验对象，于12月15日至20日进行前测，并于3日后进行后测，了解故事行销对其慈善责任、品牌态度与购买意愿的影响。表包为基本资料，实验对象的基本资料：性别以女生为主，年级以高二为主，以拥有1到5双鞋者居多，预算以1000到2000元者居多。有表实所示，故事行销对其慈善责任、品牌态度与购买意愿皆有正向的影响，其中以购买意愿影响最大。有表十一及表十二可得知，拥有越多双鞋者和预算较高者，在观看完故事行销影片后，对其购买意愿影响越大。访谈结果，本组采结构式访谈，受访者起初对 Tom's 的印象为休闲、好穿脱且具公益性质。在观看完故事形象影片后，对于 Tom's 是因为有许多孩子没有鞋穿而设立的品牌，都对此印象深刻，表示愿意向他人推荐 Tom's 并购买 Tom's。 目的是最后本组进行了班级募鞋以及门市虚拟实境体验。本组采体验法，于11月18日募得10双鞋捐助给花东山区的孩子，并于12月31日募得25双鞋，将透过捐鞋救命网送至非洲，让旧鞋能再次创造更美好的价值。左边为我们整理鞋子的照片，右边为门市 VR 体验的照片。综合上述结论，提出以下9点建议，特别针对第一、第五及第六加以说明。第一，本组建议 Tom's 给旧鞋换新鞋者优惠与折扣，并将回收的旧鞋作为新鞋的原料，降低生产成本，增加销售量及捐助量。五，其实在世界各地皆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因此建议 Tom's 在哪里销售便捐助给该地，实施捐助在地化。六，本组鼓励台湾企业善用品牌故事并加以行销，或效法卖一捐一模式，让慈善能永续发展。本组的报告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